气球集合。哇靠，很烫很烫，哎呦哎呦，哇，超度老人家，阿你干嘛我还没戏呢？我看你时候差不多了，让我先为你进行一场法事。我是光明的引路人，老爷爷走起。老爷爷现在就是一直不停的利用那个火焰去削人家脸，超爽。哎，老爷爷火球手软了。哦，一堆，个地老的。来呀，单挑啊！老爷爷过世，老爷爷过世啊！为什么只能持续那么短？就要爆开了，装没事，敌人消失，敌人消失，哈，赶快按个敌人消失，假装自己有按的。啊，瑞克，瑞克，阿姨顾一顾。看到没有，老爷爷就是这样子。我看他印记，他印记标记时间写几秒，好不好？持续三秒，三秒也太短了吧？一技能冷却三秒，然后持续三秒，代表你丢出去中了之后，你下一次不可能刷新啊。不用用一技能去触发，是不是？那这样还行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那很强，这个角色很强，这角色很强，这可以，这角色很强。这角色强得很夸张，可以可以，很强很强。我还以为只能用一技能去触发嘞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这角色不太行啊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老爷爷过世的时候有一个叫声哎。造啊，哼，不造啊 ！Shut down！ 我哩造，我好哩造，哈，我哩造，吼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不造啊！我们让你看一下老人与蓝 buff 之间的搏斗。好，就这样。OK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好，他分死亡射线了吗？果然是死亡射线，喷一喷自己就死了，拿命在喷的。你在抠？我干不过你丢。老爷爷最高境界就是拿小兵去扩散他，超爽。看嘛，再扩一下，扩一下的，舒服。扩了两下就要过世了，你们看到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裸的。哎哎哎哎哎！干！哈哈哈！杀他！你怕什么？哈哈哈！
你刚才在犹豫，我看到了哦，你在犹豫哦。来了，再次搏斗 ，Round Two， Fight， 搞定，弱，走，蹦。火球中，大招中，哇，火死了，哈哈，哇，40%，哈哈，你敢信？哇，全惨嘞，好亏哦。我这家伙再送啊！古墓，古墓，啊！老爷爷，老爷爷老了，反应不灵活了，贵心了，老了看得到，反应不到啊！但是杀这个啊，那个打野还没到。跟你讲，老爷爷人虽然老了，但是意气相挺这几个字啊，还是可以看得懂的，好吗？还没老花。哇，他完全不给我机会耶！你们平常最热，看我怎么拿六个助攻啊！我怎么拿六个助攻啊？哇靠！老爷爷，救救老爷爷！哈哈，呼架！哈哈，太残暴了吧！老爷爷只能拿个助攻过过瘾。哈哈，我也想要拿个人头享个晚年。这个愿望过分了吗？啊！预判错了，我以为他会闪塔下。回家，老爷爷想家了。哈哈，老爷爷经不起在外面的风风雨雨、大风大浪。我们要在家里享晚年，享清福。哈哈。哇，又没状态了，又没状态了，到底是怎样？老爷爷要吃你的蓝 buff。你要孝敬老人家啊，你要孝敬老人家，老人家鬼棍，你这不好怕啊，我起你这么大汉，不要吃我的兵啊，没钱啊，老人家很缺钱哦，还没领到退休金哦，来来来，杀起来，看见老爷爷的凶残度，助攻拿起来，有没有？顺上去又多了两个助攻。哦，我太狼啊！26，哈哈，26，你不要再刷啦，要出事啦，全部参线啊，快啊，妈还在打野，你老人家，你家老人都过世了，也不怪烧香。